什么好莱坞？就是那个金牌特务。我诸葛亮拍片不跟别人比，只跟自己比。我希望冠军就好了。哦，啊，我跟自己比，我是这样。但是有资格跟他们比，那就代表不错了。好高兴了，我们在台湾的人真的要喜欢我，只有我诸葛亮跟他们在拼而已，对不对？大家要支持我，我每一年会拍好片，让大家看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会这样做。马上要登陆了，对大陆的票房有信心。我们昨天已经在北京那边做过首映礼。但是我还没有真正完全看到，因为我们都是看映后的，我想应该还是会不错的，因为基本上70%-80%都还是用原音，就是朱大哥的闽南话是用原音，基本上没有改成普通话，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看到原汁原味的大戏里面。因为原汁原味啊，所以也很难得朱大哥你要进去大陆了。对啊，有没有紧张？大伟如梦之前不是也有演过吗？大伟龙马好像没有去吧？没有去。我是不知道有没有去的，哦，啊，他们说要希望我拍，我就拍啊，哦，啊，希望好了，我希望好，我有信心了。会好了。因为林心如跟李东学那里哦，知名度非常高，哦，还有那个寇世勋在那里，哇，不得了，我跟他走在一起，在北京，人家认识他不认识我，我好讨厌。那有没有很期待之后大家在大陆都喊得出诸葛亮这样的名字？最好是这样啊，这样就谢谢了。可是朱大哥不去大陆，去一起去？我就是怕那个我那个中药寄不过去，啊，因为我有去拍啦，我有去拍啊，那个药寄不过去，啊，连续4天在那里拍，一直拍，啊，没有药啊。因为那个海关好像不让我过还是怎么样，寄不过去呀，啊，啊，我4天没有吃那个中药，结果就天天，对，就红红的就来了，哎。剪了2个版本，就是好像台湾跟大陆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，是不是有会不会担心说我们的都市幽默有点少？不会哦，那个导演叫我去看。那他叫我去配，叫我讲国语，我说好了好了，我就忍耐了。哎，我看到那个人在配，哦，我没有办法，就自己要下去配了。哇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哦。在以后尽量来讲国语，所以我接了下来，尽量讲国语。我的国语也不错啊，也很好笑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哦，对。好，谢谢。心如真心啊，谢谢。心如这次跟朱大哥擦出很多火花啊，那朱大哥有没有传授你什么演戏的秘诀，或是？没有，因为跟朱大哥就是不停的在笑，然后他讲什么我都觉得好好笑，最主要是我笑他还不笑，就是完全就是那种冷面笑这样，然后每天朱大哥就是会跟我们讲他以前不管是秀场的故事啊，或者是当下的故事啊什么，就我觉得我们那时候是7、8月在那个高雄很热的夏天，可是整个剧组都是非常的欢乐，就很开心，所以我真的很开心这次能够跟朱大哥一起演这个贺岁片。所以我觉得从朱大哥身上学到什么？学到怎么搞笑。好，谢谢我们三位，谢谢大家，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红包，谢谢红包，有啦，他红包决定很大方，现在他富婆嘞哦，存那么多。对不对？有啦，我都有啦，留着没有用啊。谢谢啊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